哎，还说一百万，虽然那几千块的虽然那么久。现在收入有5000多，现在收起来吧。你要拿出来分呢？对呀。昨天成本多少？昨天的关我们什么事啊？昨天你们还没入股吗？怎么能分呢？那我为什么要扣你昨天的成本呢？那你那么小气，几百块成本都要斤斤计较，那就很难做合作下去啊。我辛苦了一天，我要扣你昨天的成本，那你昨天赚的钱怎么不分我呢？我觉得我们是不会合作下去的了。哎，所以夫妻真的不能谈，不能一起做生意，很多人都不能够。很多夫妻也不能一起做生意、哦。所以你拿我来测试。对啊，我发现是真的，这个是真的。Really？ 我跟你说啊，你们不要骗我们啊！我们钱不重要，我们最重要的是成，是那个结果。家庭纠纷的，家庭纠纷。我们先下去吧，我们不如我们下去。大家都别走，一个都别走。一个都别走，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没有责任啊！有责任，你一整天晚上在那搞那个袋子，升职变袋子。他说那个牢啊，那个牢怎么样？那个牢啊都不掂啊，搞到头都晕了，没到哦。后来谁叫龚先生叫？对啊，龚先生真的要谢谢龚先生。哎，你是我去问他，我觉得我们去开另外的节目。大湾仔大嫂的夜。其实呢，我觉得呢，其实我们都是有盈余的。我不管。我们今天就是看你们的那个是不是有那种同理心。没有。我都嫁给你们了，还没有同理心啊？你们还想怎么样啊？那个刚刚那个合约，那离婚协议在哪里啊？不是，实际上是我们五，我们现在坐下来五个人，他们三个才是隐形的。他们说不行就不行，行就行。